脸上涂满大白的美女哭哧一脚踩到不明生物，而她像是有生命一样瞬间爬上了女人的脚，把美女脸都吓白了。因为她的生命仅剩59秒，原来在未来的2021年，各种颜色发生变异，开始自我繁殖，就连吃过的苹果里面不断蠕动的物体也是一种变异病毒，专门寄生在颜色里，只要接触到身体就会不受控制产生变异。这天两个幸运者出来寻找食物，却被一个寄生男发现。然而两人点了小红心，他只看到带颜色的东西，美女控动扳机射出的大白暂时控制住了男人，可头上的病毒还在活动，关键时刻安娜疯狂输出才彻底干掉了变异男。本以为危机解除，可美女一脚踩在了橙色塑料袋上，安娜赶紧过来搭救，因为这种颜色还处在休眠期，只有混合红色才会变异，可他们并没有发现楼上正有一盘红色颜料往下抵挡，正当闺蜜把美女的脚拔出来，下一秒，女人瞬间全身颤抖，只用了0.01秒，她脸上的大白就开始脱落，并出现可怕的红色，发生变异。美女狠狠地扔出最后一枚燃料弹，暂时镇住了闺蜜，最后连再见都没有说，就惊恐地跑掉了。